同学们好，同学们好，张伟和郑欧两位这次很遗憾参加不了你们的三十年同学聚会，但是呢我们自己两个弄了一个加拿大农村分厂。在此祝同学们快乐。张伟你先说。转眼就毕业聚毕业三十年了，有一种感情呢，虽然不能大家没在一起，但是一见面大家都觉得一见如故，这种感情就是同窗之情。同窗之情是十大之情之首啊，嘎。我祝愿，首先感谢这次聚会的筹备者和组织者，谢谢你们的辛苦工作，让我们大家有机会聚在一起。虽然我们很遥远的看着大家。嗯，很遗憾这次我们参加不到，但是呢，我们心中一直惦记着你们，希望你们这次呢耍得愉快，跟所有同学们还有老师们呢一起重聚同窗之情，三十年很不容易啊。祝男同学们身体健康，女同学们越来越美丽漂亮，谢谢谢谢，来年再见。